11月13日的港鐵荃灣線列車事故發生後，港鐵公司已經成立調查委員會，並邀請相關專家協助查明事故成因。港鐵公司需於事故發生後兩個月內向政府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，除了事故成因之外，詳細報告亦都會交代全面的改善措施和落實計劃，防止同類事情再次發生。而就11月12日和13日分別在港鐵柴灣站和尖沙咀站發生的扶手電梯事故，發現兩宗事故均與乘客的鞋或者衣物攝入梯級之間的有關。港鐵公司會加強宣傳教育市民正確使用扶手電梯，避免意外發生。政府對港鐵公司的監管並不限於在董事局層面的監察，各相關政府部門一直透過不同的平台、港鐵公司的匯報以至實地巡查，密切監察港鐵公司就鐵路營運和維修保養等工作的表現，確保各項工作和服務符合政府的監管要求。